强了。我告诉你，能今天拿出100亿美金革命的，没有，世界上只有我。所以，记住，郭先生不但是有勇气，我不但还有料，我还有钱。更重要的事情，我懂他们，我潜伏了28年，我不懂。现在你们大家千万记住啊，一定要坚定信心，3年内让他们自动就把它放到了。所有的中央的核心文件，中共中央的每个文件，我这全有。哇，你去想咱们内部所有的他对外的文件，嗯，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呀， 啊什么什么什么。这个安全部啊，它全都在我这儿啊。嗯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现在我们内部的力量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办者，所有内部的力量是超出你想象的。7个常委，我告诉你，4个常委就希望我们把这火早点着才好。好，要牢记这个地方巨大了。里应外合呀！所以今天所有的兄弟们、姐妹们，准备好，3年内咱们回长安街相聚喝酒，这是绝对的，必须是100%自信。这就是我今天跟各位想说的话。